是亚洲最现代化的一个飞机场，有电子控制导航设备，启德机场的跑道可以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用山填海的办法建筑而成。或者是幫襯我們做生意，那起客的香港人當然是熱烈歡迎他們，每日來往啟德機場的飛機平均有170架那麼多，出入境的旅客平均每日超過3300人。除了客運之外，啟德機場的貨運也很繁忙，每年吐吞的貨物和郵件有30000公噸那麼多。做生意最紧要是争取时间，所以启德机场的货运数量每年都增加不少。香港的旅客一年比一年多，入境旅客大堂时时有人满之患，即如检验护照啊、检查行李的地方咧，好多时都逼满晒人嘅。因为咁嘅缘故咧，政府已经拨出1500万元扩充机场入境同埋其他嘅设备，使到旅客更方便、更舒服，吸引更多嘅飞机嚟香港。出境嘅旅客而家让得到呢种迅速同周到嘅服务嘅。啟德機場還有很多其他設備和服務，譬如同飛機加油啦，同飛機搭客準備膳食的廚房，消防隊隨時準備應付任何意外事件的發生，這些就是機場平安的保證。我們就嚟要起飛啦！喂，大師傅，小心啊！我倒寫呢，就好多人都要抵討我㗎啦。由啟德機場起飛，世界民航事業的新時代而家只不過是啱啱開始。香港為了迎接更大的飛機開航，加緊輕工現場啟德機場跑道和擴充設備，貨車川流不息，日以繼夜咁樣將啲泥頭同埋石塊搬到九龍灣去。現場跑道填海的面積260萬方尺，是要用大約130萬車的泥頭進行這種大規模建設工程，不單止是增加了很多就業機會，同時也顯出香港對前途充滿信心。跑道擴展工程完成後，由九龍方面降落的飛機將會更加安全，裝載更多的燃料、乘客和貨物，令到香港的工業和旅遊事業更加繁榮、更加蓬勃。在擴展機場跑道工程期間，跑道西北面正在興建一條由觀塘至九龍城的隧道，此項工程將會減輕機場一帶的交通擠迫情況。
Hello. How long for Hong Kong? About 25 minutes more, sir. You from Singapore? 嗯。你香港玩啊？系啊。To Hong Kong for business? No. To see my friend. How about you? Me? Tourist. Hong Kong is beautiful. Welcome to Hong Kong.Flight from England, Princess Alexandra of Kent arrives at Kai Tak Airport, Hong Kong, for a 12-day visit to the colony. At the airport, to welcome Her Royal Highness are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Sir Robert Black, Lady Black, and their daughter, Miss Barbara Black. And this was Hong Kong's first sight of the royal visitor.藝術家都紛紛嚟到香港表演，發揮佢哋喺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方面嘅造詣。呢位係著名嘅芭蕾舞蹈家馬歌方婷，小提琴演奏家萬勞軒，吉他演奏家柏高芬娜，流行音樂演唱家露露。
life-giving rain was followed by death in a mist. This caravel, on its approach to Hong Kong, plunged into the murky waters of the harbor, taking 24 lives. Hong Kong's tourism industry is booming. This Vietnamese girl is the first 100,000 tourist.旅游业对香港的经济很有帮助。香港有很多风景美丽的地方和名胜古迹，所以每日有成4000人那么多由外地来香港游览观光。五头活泼可爱的海狮由纽西兰空运抵港，英皇御准赛马会主席奇德尊爵士亲自到机场接受。五隻海獅將會安置在由馬會在黃竹坑興建中快將落成的香港水族館。這五隻海獅雖然經過這麼長的旅途，但是毫無疲倦的感覺。其中一隻海獅仲同奇德尊爵士握手，同時他又親吻他的訓練人。第一批乘客滯留機場，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而消防处稍后亦都再派出约200个消防员赶到现场增援。消防员系出动救生艇以及12名蛙人嚟拯救机上嘅乘客。另外，又喺机舱里边揾到6具尸体。而航空交通总经理彭炳权话：意外发生嘅时候，天气系密云，落紧雨，视野大约有3000公尺。不过目前就要首先揾翻飞机上嘅飞行记录仪，估计架飞机会喺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拖走。亚洲电视记者潘锦全报道。意外在朝早11:07左右发生，华航 CI605 号客机由台北飞来香港，降落的时候偏离跑道，整架机就咁冲咗落海。机上面包括埋机组人员，一共有296个人，大部分都是台湾人。而名列世界富豪之一的日籍华人邱永汉亦都在飞机上面。由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参与救援行动之中拍到的片段来看，可以看到整架珍宝机浸咗在水里面，整条机场跑道亦都是清咗场。Just commencing our approach into Kai Tak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Hong Kong. The weather is fine. During the approach, we'll have Kowloon City on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aircraft, and in the distance, you'll be able to see Hong Kong Island. We do hope you've enjoyed your flight with u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board Cathay Pacific again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Thank you and good day.
驚啊！喺入邊。哦，你哋兩位啊！啊，只翼啊，只翼喺度跳舞咁樣，見唔見到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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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得！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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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昼两点钟喺呢个信号山，我哋睇紧呢个歌连嘅台风来临香港，而家香港时间6月27日，呢个大嘅台风，而家8号风球啊！喺度睇飛機最過癮啊！令香港迈步向前，明确的目标令理想得以实现。一项伟大的构思，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今日展现在你眼前。全新的香港国际机场，为我们带来崭新的生活面貌，并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各项宏伟的工程令原来的小岛换上全新的面貌，同这项伟大工程配合的还有整个东涌新市镇，全球最长的公路连铁路吊桥，同埋经过改良的全新交通网络。在启用初期，新机场每年可以接待3500万位旅客，这里一切的设计都务求令你感到舒适方便。客运大楼设计独特，宽敞舒适，善用天然光线节省能源，大楼的空气调节、灯光照明、音响效果都经过悉心设计，务求符合环保原则。办理完登记手续，旅客仲有充裕的时间享受饮食和购物的乐趣。